要把粽子来包好，拢共分几步。第一步泡它，泡它。第二步还是泡它，泡它。第三步包它。第四步煮它。第五步开吃。粽子作为中国的传统美食，那它到底有哪些形状的呢？粽子的形状可真多，那它都能包什么？这么多口味看得我直流口水，好了，吃粽子去了。最后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。